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出发之前的首要任务一定是执行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方便又健驶的行李箱了。今天的行李箱合集会为大家推介各种设计的行李箱，无论是独游、 family trip 或者是公干，都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行李箱。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Echoless Grey FX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这款 Echoless Grey FX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使用了前开盖式的设计，特大的前开盖方便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去收纳行装，例如在商务酒店的房间就可以直接将行李箱靠在墙壁去整理。20寸的特别设计可以直立打开前盖，方便用家可以轻松将手上的物件，例如是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去收纳或者是取出，在行程当中都可以随时整理物品，轻 carry 相机过安检都方便又快捷。3.7寸都有可扩充的容量设计，去旅行想带多两件靓衫就可以轻松收纳了，去血拼购物都不用就住。另外使用了日本 Hino Moto 静音双滚轮设计，即使是清晨或者是深夜在街道上面行走，都依然可以保持宁静和舒适。 Echoless Grey FX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有20寸、24寸和28寸，有4款颜色可以选择，总有一款会啱你的需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Echoless Letra Super Trunk Plus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追求前开盖式设计但是又要特大容量的你就要留意了。这款 Echoless Letra Super Trunk Plus 有30寸的特大容量，可以收纳大量的衣物或者是口褛，加上前开盖式的设计，1:9的开合比例，令到打开行李箱整理物品的时候相对不占空间，在细小的地方也可以方便随时取出物品。采用了 100% 德国拜耳麦克隆聚碳酸酯，高强度防冲击防刮花，使用了双层的安全拉链，配备铝合金的拉杆，耐用坚固。行李辘方面使用了日本 Hino Moto 的静音双滚轮设计，静音流畅，不怕吵住附近的住宅居民。 Echoless Letra Super Trunk Plus 拉链前开盖式行李箱有粉红、深蓝、浅灰、黑以及鲜黄五个颜色去选择，还不快点入一个深水颜色。下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Echoless Atmos Pro 可扩充拉链行李箱。这款可扩充拉链行李箱采用了 100% 德国拜耳麦克隆聚碳酸酯，高强度防冲击防刮花，里面的收纳层使用了轻薄的里布，轻巧而且收纳分明，方便隔开不同种类的物品或者是干净衣物一目了然。可扩充的容量达到 20%， 可以收纳厚重的外衣，亦都可以放心去血拼。采用了减震软胶的双车轮设计，即使在凹凸不平的砖头路上面行走都仍然可以顺畅而且很悭力。有三个容量，各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去旅行带埋呢个 Echoless Atmos Pro 可扩充拉链行李箱就又时尚又简便啦。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嘅就系 Farage 19006可扩大防爆拉链行李箱。呢个19006可扩大防爆拉链行李箱采用咗雾面嘅防刮 PP 材质，内刮、内重、内磨、内震，配合新式嘅防爆拉链设计，全方位保护行李箱入边嘅物品。使用咗高质嘅5金配件，坚固之余，亦都令行李箱更加有质感。可加大箱体容量嘅设计，去旅行爆买都唔使担心摆唔入啦。采用了360度的飞机轮设计，前拉后推，什么方向都咁顺手，在人多挤迫的地方都可以轻松行走，如履平地。下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FIFA Venus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这副 FIFA Venus 拉链前开盖行李箱采用了前平开盖的设计，方便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存取物品，同时兼备中间的开合设计，方便出行之前妥善地去整理收纳衣物。四个容量的设计，6个颜色，男男女女都适合。采用了 100% 的德国拜耳麦克隆聚碳酸酯，具独特的高强度防冲击刮花物料，坚固耐用，可扩充放大，行李箱的容量最多可以增加 20%。血拼完回程扩充行李箱就放得晒了。另外采用了 Casual Quiet and Smooth 静音双滚轮的设计，可以放心稳在住宅区的住宿，不用担心清晨或者是凌晨出行的时候吵到附近的居民，还不快点夹一个心水做你的旅行好帮手。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Farage 20062可扩大三七结构行李箱。
這個2006可擴大三漆結構行李箱，採用了大輪徑 75mm 配合了小輪徑 55mm 的飛機輪，適合所有的複雜路面，即使在難行難推的路都可以輕鬆地去推拉。內籠採用了三漆分隔，小的部分可以放一些小物，例如是私人物品，而大的部分就可以放一些小型的家電、厚衫之類比較佔位置的物品，可以在有限的空間裏有效去規劃收納。可以擴充容量設計，側邊立角掛鈎設計，可以懸掛側邊網袋擺放隨行的物品，二拎二放。有三個顏色、三個容量可供選擇，還不快點去揀一個專屬的時尚風格。跟住落嚟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Burmes 戰艦箱二代半半箱行李箱。這個戰艦箱二代半半箱行李箱採用了全球獨創專利的無拉杆設計，慳了拉杆位，行李箱的內籠不再凸起，可以用盡行李箱的空間去收納。擁有112L 的超大容量、40cm 的超深內籠、小型家電、運動裝備等等都可以輕鬆擺得入。行李箱的側邊有隱藏式的掛鈎，帶埋去購物就不用一袋二袋了，可以掛上行李箱。使用了日本 Hinomoto 的顶级规格静音360度慢向八轮飞机辘，无论是推定是拉都安全滑顺。现在购买 Burmes 战舰箱二代半半箱行李箱，还送原厂的防尘袋，摆在床下底或者是衣柜顶都不怕风尘。下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Jolene Pebble 折叠式瘦身行李箱。经常为家的行李箱收纳空间而烦恼的你，就要看看这一款 Jolene Pebble 的折叠式瘦身行李箱了。采用了破天荒的折叠式设计，细容量可以轻松摆入其他较大型的行李箱，为血拼做好准备，可以一个夹去两个夹翻，悭翻一程的行李费。20寸的行李箱可以折叠至只有 11cm 的厚度，轻松摆入家的狭小空间，需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简单展开就可以收纳衣物和旅行物品了。採用了超顺滑的无噪音行李辘，全方位转动，配合内用的拉杆以及搬运手柄，给你的旅途都非常顺畅。跟住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Legend Walker 日系简约风可扩充拉链行李箱。喜欢简约 Mono 通的设计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一款 Legend Walker 日系简约风可扩充拉链行李箱。使用可扩充式的设计，容量扩充可以达到 20%， 坚固耐用而且充满弹性。特设专利的挂物座脚，可以在行李箱外面挂袋，亦都有多个档位的铝合金拉杆配合任何的身高，设计十分之人性化。行李箱内部使用了密封式的内格设计，可以轻松将衣物整齐去收纳。日系的简约风有五个颜色可以选择，全部都低调简约又时尚，总有一个会啱你的心水。下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Legend Walker Blue Rail 前盖式可扩充行李箱。这个日本当地超人气品牌 Legend Walker 出的 Blue Rail 前盖式可扩充行李箱，采用了前盖式的设计，方便在狭小的空间随时打开去收纳，并且可以扩充容量多达额外 30% 的收纳空间。延伸的部分使用了防水物料，全方位防水。21寸特设前立式的时候可以打开前盖，方便收纳 hand carry 相机用得到的随行物品。行李箱的辘使用了弹簧避震双轮设计，提升了运行的顺畅度，无论在什么路面状况都可以保持流畅。跟住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Legend Walker V-Class 3.0 可扩充拉链行李箱。这个 Legend Walker V-Class 3.0 可扩充拉链行李箱采用了超型格的设计，铝合金防撞包裹配合了 PC Plus ABS 高强度轻型物料，轻巧得来又坚固，放多些东西都不怕爆夹啦。专利12档的铝合金拉杆，任何身高都可以找到最舒适的高度。顺滑的双轮设计，拉得更加轻松，更加宁静。扩展的容量多达15公升，厚度可以增加最多5cm， 加阔的厚度可以摆得入小型家电，圆盒的模型盒较大物品都可以摆得落。行李箱的侧边特设专利挂物座脚，方便挂雨遮、手袋等等的随行物品。作为旅行的伙伴， Legend Walker V-Class 3.0 可扩充拉链行李箱就集轻盈、坚固、方便、顺畅于一身。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 Legend Walker FS Class 铝合金宽框行李箱。这个行李箱采用了铝框卡扣闭合设计，开关行李箱就更加省时方便，一拍就开到，另外一拍就可以扣紧了。PC Plus ABS 高强度轻型物料配合了铝合金防撞包裹，轻巧坚固又充满时尚的气息，稳顺的双轮设计，无论是推定是拉都舒适顺滑宁静。
行李箱旁边特设专利的挂物座脚，可以带埋去购物，就唔使一抽二楞，可以尽情血拼啦。最后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特仙奴穿着魔力运动款半满箱防爆身型拉链行李箱。这款行李箱除了设计可爱之外，还有九个不同的颜色，看到人心大心细。半满箱采用了200比例超深的下盖，可以有效地去收纳大小不一样的物品。小型家电、模型盒、大盒的手信都可以原盒摆得入行李箱。内笼特设上下层透明的网袋，独家专利可拆卸的挡板，魔术贴活动收纳间板，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需要去调整空间，完美去分隔保护较脆弱的物品。顶级的 YKK 双层防爆拉链可以尽情塞满行李箱，而且用了德国 S60 双轴承万向静音轮，拉起上来就顺畅又宁静。今日的行李箱合集就到呢度啦，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店同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 当然可以嚟门市揾我哋了解多啲啦，下次见，拜拜。